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。如果被小景知道你就是杀了文念琛的叶，你说他会怎么对你？以牙还牙。这丫头竟然这么狠的吗？那就只能祝你好运了，兄弟。他人呢？郭小姐回来之后就一直待在卧室没有出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见着夜了反倒不开心了？苏黎生，苏黎生，求求你帮我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想要我怎么帮你？夜杀了念真，我知道你和夜的关系，但是你可以帮我收集他违法的证据吗？我帮你？你要如何回报我？不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那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我要你的眼里和心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嗯。很好，记住你今天答应我的。睡着了吗？等等，什么鬼？我竟然答应了他自己杀自己。唉，晚安。郭小姐，早上好。醒了就快来吃早餐吧。谢谢苏管家。几年不见，吃饭的时候还是这么严肃。苏黎生，其实你可以试着多说说话，多做些表情。不然除了对你知根知底的苏管家能理解你外，其余人还以为你天性冷漠呢。我本来就天性冷漠。让你多管闲事，现在好了，又把人给得罪了。吴小姐不要担心，少爷这并不是生气，而是被你戳中了心事儿，自个儿生闷气呢。少爷并不是不想说话，也并非只是装冷漠，而是只有用这副冷漠的外表才能保护他想要保护的人。像他这么霸道的人也有想保护的人？那大概是莫可言吧。少爷并非霸道。那他还让我以后必须每晚都回家。顾小姐还记得刘导给了女主角的那部电影吗？其实那次就是少爷不想你去逼视太久才换人的。我们少爷是最口不对心的人，他想天天见到你，自然不允许你离开 A 市了。苏琪、明天是可言生日，今晚和明晚我会去他那儿，不回来。苏黎生，你照片掉出来了，还给我。苏晴，扣两个月工资，还不快走。想不到这样的苏黎生还挺可爱的，只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让他把一切都掩藏起来呢？
算了，反正现在和他也只是合作关系，还是不操心了。李生，我帮你泡了杯山茶。那是啊，苏黎生，你竟然还留着之前的照片。李生，你现在还想顾及回到你的身边吗？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？我只是想知道。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你明天还要早起准备宴会的事。李生，你为什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？你是不是已经……够了，你今天的话太多了。李生，你出去是不是要去找他？我们当初说好的，只要我跟你去美国，你就会永远留在我身边。我只是出去处理公事。你每次都这样，五年了，你永远只有在苏锦监视的时候才会对我温柔。李生，我这么爱你，甚至不惜为你付出了一切，只要一离开监视，你就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。为什么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？为什么你一回国又要找顾锦？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忘记过他？苏晴，在。苏黎生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甘心留在我身边？莫小姐今天似乎喝醉了，你带下去，让人好好伺候着，不能耽误明天晚上的生日晚宴。